Hello， 大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z。我是 Chris。我们是 Liz and Chris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z。我是 Chris。我们是 Liz and。我们是老婆老公。OK， 好的好的，开始。OK。今天我们终于要给大家拍这个 Q&A 的视频了。首先我们真的非常感谢大家，就是我们现在我们还是这么小的 UP 主，然后就能受到你们这么多的关注，然后我们也很开心能这么快就能给大家分享这样子类型的视频，让你们更多多的了解我们。在我们征集这个问题的时候呢，我本来还以为就是担心征集不到30个，但没想到大家的都那么踊跃的留言。其中还有一个宝宝就是一个人直接就发了30个问题，而且每一个都是特别认真的有在问，所以真的真的非常的感激，你们特别感激，对，你们每一分的这个关注都对我们后面的创作给了很大很大的动力。嗯，我们也希望呢就能尽量的回复到每一个人的问题，所以我会把一些比较类似的问题做了一个合并同类项，最后整理出来差不多30个问题会在这个视频里面回答。另外呢，有关极简的一些比较细节的这些主题，我会在后面单独做一期视频来分享，因为那里面有很多是我们本来就想说分享给大家的，在这里呢一两句话没有办法概括，所以就不放在这个视频里面来了，后面我会单独再做给大家。那我们现在废话不多说，现在开始吧。开始。嗯，我们来。OK， 我可以读，你可以来回答。OK， 好。OK， 第一件问题，我们两个今年多大？我今年32，然后我今年27。那今天刚刚才什么？28。28，变老了。我没有。欢迎你又跟我更近了一步，今天他刚刚28。对，今天28，他忘记了我的生日。你自己你自己也忘记了好不好？好。 OK， 那但是我准备了那个生日礼物，明天真的吗？ celebrate， 对，太好了，明天给你 celebrate。 对，28。OK， 对不起，我的中文不是那么好。挺好的，这样的话我们后面回答不完了。嗯，所以我们两个是特别标准的姐弟恋。对。第二个问题。爱情故事，我们怎么认识的？谁？孤的谁？我们认识其实是差不多8年前，在北京的时候，通过一个共同的朋友认识的。是你跳舞的那个时候？不是，是跟我们朋友，就是一起一个朋友认识的。啊，天哪！对，嗯。然后我们在一个酒吧认识。对，嗯。但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朋友认识我们两个人，所以他就组了一个局，大家一起就是出来就是喝酒啊、聊天之类的。但是那个时候我们认识了之后没有在一起，后面一直都是一堆人一起聚会，因为你知道一堆人在一起的时候就你很难说从身边的人下手，万一分手了就不太好。而且我记得当时你20岁，有没有？二十岁，太嫩了，下不去手，太小了，是一个小朋友。对，但是那个时候你觉得我帅吗？帅啊，但是你觉得帅吗？帅，很帅，特别帅，但是帅，但是这个是真的吗？对，是真的。但是你那个时候你也没有 show interest in 我呢？ interest 呢？特别 interest。 你怎么 interest 呢？我觉得你漂亮。uh-huh. 特别漂亮，但是你没有，你其实那个时候不理我。没有，我理你。他那个时候他单独约了我一次，然后约我去一个很浪漫的餐厅，在天台上。本来你知道那种情景之下很容易发生情愫，但是这位朋友，然后整个饭席间他就一直在问我的工作，然后我就以为他对我这个人不感兴趣，他只对我的工作感兴趣。然后那天吃完饭之后我们就各回各家了。
那我们其实是在他后来搬到上海之后，他有一次专门来北京来找我，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就是一下子就擦出火花了。他当时来找我的第一天我们两个就在一起了。对，那这个算是你追的我吗？追的了。追是 Chase。 Chase 对，是你 追的我。当然了。 OK 好，对 Christopher 追的我。第三个问题，什么时刻觉得对方是可以共度一生的伴侣？就是什么时候你觉得你可以和我过一辈子？从第一天，刚认识的时候。真的吗？对。哦，你那么浪漫。你呢？你还不觉得？还我觉得。是，其实，也是比较快，因为我们当时在一起的时候是十一月份，然后十二月份他就回挪威过圣诞节了。那个时候你知道，就是刚刚人两个人刚刚在一起的时候，有很多东西，很多不确定，你都会放大在心里面。当时他回到挪威，我说实在的，不是那么确定他还会不会按计划回到中国来，所以当时是有一点担心的。但是后来他到了挪威之后，就是在这边跟我视频，然后也介绍他所有的家人跟我认识，而且他确实是按计划按时回来，而且就是能感受得到他是非常想要回来跟我在一起。那个时候我觉得就还蛮可靠的吧，还挺可靠的，就觉得可以。还可以，很好。第四件问题， Chris 的中文是怎么学的？然后两个人都觉得了解对方的 mother tongue 对做朋友和做情侣有什么优点。Christopher 中文是在那种就是大学里面的那种语言机构，比如他在上海，在上海交大，然后在北京，在北京语言大学，然后学中文，专门在那里学中文，差不多学了四年。然后后来就是跟我在一起之后，我们两个也一直在说中文，所以我觉得他学了一个很好的中文基础在中国，然后我就帮他巩固，另外呢，让他的中文说的是更中国化一点。然后我看了很多中国的电影。对。然后我看了很多中国电影。对。看书，没有看什么书，看了一点书。我觉得语言是一个能深入了解对方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，就是如果对方双方不了解对方的母语的话，可能你们的交流就比较局限于是那种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，然后吃了吗吃了的这种稍微比较浅层一点的这个阶段。那如果了解对方的母语的话，你就会有能聊得更深入一点。就像你跟就比如说跟中国人跟中国人聊天，你会聊人生聊理想，聊什么内忧外患都可以聊。然后我觉得这对于了解一个人还是挺重要的，特别重要。然后我也特别感谢 Christopher， 他中文能说得这么好，就是让我在情感在情感这方面的抒发没有什么问题。但是我的中文没有什么好，特别好。我的中文越来越差。没有，以前的是更好。然后我的挪语还没有就是特别好，但是我在努力。第五个问题，打算一直生活在挪威吗？家里人是怎么看待跨国恋的？我们近期的计划是在挪威，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做的事情就是还没有结束，就是在挪威的计划。但是十年之后可能不在挪威，可能比如说会回去中国之类的。因为Chris 姐很喜欢中国，然后我又是一个纯纯正正的中国人，就是中国味，然后很多中国的这些东西还是挺怀念，挺想要再回去的。或者说其他的国家，就是我们觉得有感兴趣的都可以去试一试。第二部分，家里人怎么看待跨国恋？我觉得我们家人特别开放。对，特别开放。他们觉得他们没有觉得什么有什么跨国恋，我觉得他们就把你当中国人一样看。跨国恋是什么意思啊？跨国恋是那种 international 的 couple， 就不是一个国家的 couple。这是一个 advantage， 我觉得。比如说。因为
你爸爸，比如说你的爸爸妈妈怎么看我们两个？我的妈妈爸爸特别喜欢你，因为你是他们特别开心，我没有一个挪威的女孩子结婚。为什么？太多麻烦。他们太麻烦吗？太麻烦。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就是对。嗯，然后我觉得挪威和中国的文化是特别 mix 在一起，是特别好。 OK， 第六个问题，你们平时都是和共同的朋友一起玩，还是说各自只跟自己的朋友玩？我们两个是有一些就是共同的朋友，就是 couple friends 一样的，然后我们会在一起，但是我们分别也都有自己的很好的朋友，比如说我有一些很好的中国朋友，比如说大部分时间我就是如果我跟这些朋友在一起的话，我就是自己去跟他们约会，除非有一些重大的活动然后跟你一起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也有一些朋友，比如说可能需要去喝个酒啊，男生了，然后你就去跟他们一起喝酒，你不需要每个活动都在一起。我觉得是特别健康，不是每个活动都在一起。对，然后但是对，有的朋友是我们四个人，比如说，对，如果是另外一个 couple， 然后特别是如果是一个中国人和一个挪威人，的 couple， 我们有很多可以聊，对，但是你有你的朋友，我有我的朋友，对。一个也是挺好的，可是你有你的朋友，我没有什么朋友。你有几个是那种很两三个朋友？对，够，你不是那么喜欢有很多朋友，对不对？我没有什么朋友。你有如果有什么朋友，你们可以叫我。你有我，我有你。对 ，OK， 第七个问题，平时是吃中餐吗？对，每天。我们两个都喜欢吃中餐，然后95%差不多都是中餐。对，蒜六土豆丝，还有西红柿炒鸡蛋，都是你拿手的米饭，炒米饭。你最喜欢吃的是什么中国饭？中国菜？中国菜。最喜欢你猜？火锅。不是吗？不。哦，对，大盘鸡。大盘鸡。我们在上海有一家特别特别好吃的大盘鸡，我们经常晚上去吃。太好吃了。但是一个面条。但是挪威就是中餐特别特别的少，根本就吃不到，所以我自己自学成才，学会做了大盘鸡。太好吃了，特别好吃。所以他现在就算不在中国，他也能吃到喜欢吃的大盘鸡。OK， 第八个问题。我来读。你这个看不懂。你们之上是哪咪让我帮忙吗？OK， 第八个问题，你们是做什么工作的？然后挪威的工作学习经历。 OK， 我在一个银行工作。你做什么工作？然后这个我不是那么好说。 OK， 你说你帮我说。好，他是做 wealth advisor 的一个工作，然后就比如说，你需要钱买房子，然后想要贷款可以找他，或者说你有钱，很多钱想要投资可以找他，对，就是类似于这种理财顾问的这种吧，就是我也不知道他具体怎么样翻译成中文。那我是现在是全职学生，我是2018年才开始又重新学了一个本科，在挪威的商学院学经济，然后兼职会做一点工作，是跟一个挪威的公司给他们做采购啊，这种，但是是兼职做。然后现在又多了一个拍视频。厉害。第九个 Liz 为什么选择去挪威生活？挪威生活习惯了吗？我来挪威生活当然是因为你呀。真的吗？当然了，如果不是你我怎么会来这里。挪威生活习惯嘛，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是有一点点不习惯，因为吃的很不一样，很不习惯。这边的吃的确实是挺单调的，而且中餐比较少，所以后来搞得没办法，就自己做中餐，然后本来什么都不会做，现在什么菜都会做了，什么水煮鱼啊，就是酸菜鱼啊，大盘鸡啊，什么都可以做。
另外一个就是开始有一点不习惯的是这边的冬天很长嘛，嗯，然后冬天的时候白天的天很短，所以就感觉一天下来都是黑洞洞的，然后时间长了之后就觉得有点压抑，但是后来慢慢就习惯了，因为你知道这里边的情况是这个样子，那你可能就会自己做一点改变，然后就是适应这个环境，所以现在已经就因为第四年了，就是不习惯的也都习惯了。 OK 第十个，在挪威会觉得 lonely 吗？然后是比较难 fit in 吗？我觉得开始的时候是有点 lonely， 那个时候没有朋友，我，没有我，对，但是，我觉得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面，有家人在，能帮很多忙，我算是比较幸运的，因为我有 Christopher 在，然后还有他的 family 都在，我不算很难融入这个环境，但是你如果在这里居住时间长，你还是需要一个自己的小的圈子，就是自己舒适的圈子，需要交朋友，开始的时候没有，会有一点点就是孤单，我觉得，但后来慢慢认识了比较多的亚洲的朋友，然后开始有一个小小的这种就是朋友圈子之后， community. 对，有一个 community 之后，然后你就会觉得感觉有一个大家庭的那种感觉，我觉得就还好，现在就已经 OK 了，然后说到融入的话，我觉得融入你无非是生活的这个社会是否好融入，然后还有你的工作是不是容易融入，我觉得挪威的社会相对来说还挺 welcome， 挺欢迎外国人的，对不对？我是特别难找到新的朋友，我觉得在挪威。对，我觉得你做，比如说作为我一个亚洲人，如果跟挪威人就是当地人，做朋友，普通朋友可以，但是我很难跟他们做就是特别近的朋友，就是很亲近的朋友就没有办法，毕竟生活背景啊圈子什么都不太一样，而且就是理解方式也有点不太一样，那我觉得这种也不用特别刻意的强求，因为你有自己很好的朋友就够了，然后说到融入，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如果不会语言的话，会有一点点困难，尤其是当你想要工作或者是想要做一些社会活动的时候，学会挪语当然是很大的，能有很大的影响，对。Christopher 怎么还不回来呀？我等的眼睛都睁不开了。OK， 打起精神来啊！左三圈，右三圈，脖子扭扭，屁股扭扭，早睡早起，我们来做运动，抖抖手啊，抖抖脚啊，轻松深呼吸，天也蹦蹦跳跳，我也不会老。